老胡，你给这几个小伙子说说自己是个啥性格啊？就平时大大咧咧的，神经比较大条一点吧，就疯疯癫癫的。我一想到我就想笑。一笑，他现在开始习惯的要捂嘴。对了。三号，这好像跟你那个笑不露齿的差距越来越大了。少峰老师，你就别笑了。想找一个敢于接受挑战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是的，因为我是一名舞蹈演员嘛，我的同事啊、朋友啊都是舞蹈演员，他们都是能接受挑战的人。对，来了没有？来这里。来，给我们亮一下，来。你们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啊？有点震惊，但我完全不慌。你是不是应该吟诗一首啊？他写诗就是写无处倾诉啊，现在有处倾诉了。千年古县有胡家，美若天仙面如花。好。后面两首呢？这个成功之后。偷偷跟他说。